IT 和 CT 的充分融合，是未来信息网络发展的基石。当全球进入新一代信息技术，引领转型发展的时代，随之而来的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正悄然改变着我们的生活方式。ICT 正成为未来信息网络革命的基本驱动力，烽火正以豪迈的姿态融入到未来信息网络核心设施的建设浪潮之中。烽火通信作为中国光谷核心企业，肩负中国通信产业国家队的重任，业务覆盖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做国内一流国际知名的信息通信网络产品和解决方案提供商为导向，积极布局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兴信息领域产业，加速信息和通信技术的相互融合，引领 ICT 行业发展。美国超威，全球顶尖的高性能高效率服务器技术与创新厂商，23年来在服务器研发、设计、制造和工程部署等领域不断突破极限，引领行业发展方向，为 Intel、 IBM、 Twitter 等众多行业巨擘提供强大的软硬件支持。在硅谷、荷兰和亚太均设有运营中心，2016年被财富杂志评选为全球成长最快的 IT 基础设施公司，是全球第四大主要服务器品牌提供商，其高端服务器主板设计能力位于全球首位。ICT 产业的蓬勃发展，已成为信息经济培育壮大、创新优势逐步夯实的重要保障和源源动力。烽火在云应用、云平台领域已处于行业前沿水平，正在建设的楚天云工程将为政府提供最值得信赖的信息化解决方案。服务器、存储系统是 ICT 基础设施的核心，是未来信息社会的重要基石。烽火与超威积极整合全球领先科技，强强联手打造 ICT 核心基础设施制造企业，为政府、企业和社会提供强大的产品和技术服务。烽火超威将坚守国内一流国际知名信息技术服务专家的定位和愿景，在3到5年内市场份额居于国内前列，成为服务器和存储系统领导者。在烽火超威眼中，未来的城市将更加智能，社会更加高效，人民生活更加便捷。从这一刻起，烽火超威将把握信息经济浪潮中的战略机遇，加快武汉中国光谷的 ICT 全产业链布局，推动武汉整体制造业的转型和升级，助力湖北建成支点，走在前列战略目标的实现，面向全球开启 ICT 产业跨越发展的新局面。烽火超威与您共创信息未来。